牌的话是对，对我，哦，吓死我了！你真敏感。干，我要吃中洞啊！我当然敏感。那个同一个时间点，他突然那个对很大声，对我，还那么慢，还对我，这样突然大声。前面都听不懂在说什么，后面那突然什么对什么对什么，突然清醒一阵，气气。气气了，十分钟可怜招数。干嘛啦 ？Bitch， 又在那边。根根。在那边。根就是了。没弄到，干！你刚打的是东风哦。对啊。他打二十多，换你的。突然忘记我听什么。哇，帕子没了。有啊。懂。啊？耶！你总不先来看我的牌？哎，我干精锐的。抱歉，抱歉，我先看这里，看到这里我就想说，他死定了。四两台门清灯亮，哇，你好强，你好厉害，我也两台，你们自己找，我给你五五，好，谢谢。两位姐，祥章问说是最后一张牌，后面剩十六张，然后最后那张是花，我补了，然后是我要的，这样算是摸吗？这样可以胡吗？如果说最后牌真顺，最后十六张是铁八嘛，那你是海底，你摸到花，那就是不能补牌，理论上就是结束了，牌局已经结束了。理论上啦，你也不能去摸最后一张，你也不知道最后一张是什么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，所以牌局已经结束了，那当然就不算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赢人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也记得订阅我。频道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